大可，粉丝们说还想看看时间的痕迹呢，马上安排呢。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内容可以私信我哦。电脑键盘是很重要的东西，有些人几乎每天都离不开它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用习惯，你可能很少用键盘上的字母 Q 和 Z， 反倒是 A 和 E 用的更多，这可能会导致键盘不均匀的磨损。这是一位游戏玩家的键盘，简直不忍直视啊，键盘上的字幕已经模糊的不能再模糊了。树木成长非常缓慢，但它们在成长的同时不断适应周围环境，比如这棵大树直接与围栏长在一起，这两棵树想要把长椅吞了吗？无论是怎么恶劣的环境，它们都能慢慢适应。当一棵树越来越大时，就需要更多的根系来支撑它的重量，这棵在人行道上的树就直接把石砖掀开了。这棵树的根系发达，铺满人行道，树木的根会本能地朝缝隙里钻入，直到伸进泥土里寻找养分，所以有些根会长成让人难以置信的形状。植物的生命力超出我们的想象，只要不是把它们斩草除根，它们会爬满每一个地方。仔细看这张图片，你发现什么了吗？地上的鹅卵石痕迹发黑历史悠久，这是塔林咖啡馆门外的地面，上面铺着一张红色的地毯，但是由于时间太久，来往的人太多了，导致地毯几乎和鹅卵石融为一体。你小时候玩过跷跷板吗？坐上去真的停不下来。在一处公园的跷跷板看起来历史悠久，地板上已经被成千上万的脚踩出两个大坑，不得不说这跷跷板质量是真的好呀。来看看这个挂钩，与墙上的洞完美契合，据说这是因为十多年来每次开门的时候挂钩都会撞到墙上，撞出了一个属于自己完美的通道，当然也不排除是房主自己凿的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大多数人出现了白发和皱纹，人类的衰老过程是不可逆的。当你把现在的自己跟以前照片对比，会发现惊人的变化，比如这双手，一只年轻一只年老，上了年纪后老人的皮肤含水量下降，皮肤会变得又薄又皱。鲍比就拍摄了不少个人系列照片，通过替换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变化，比如照片上的丽萨右边是只有14岁的她，左边则是今年62岁的她。会产生改变的不仅仅是人类，还有人类的朋友狗狗。年老的狗行动缓慢，并没有那么精力充沛，这只狗狗的变化是巨大的，十年的过程把它的黑眼圈磨没了，耳朵也由半竖立变成耷拉下来。当狗狗变老后，色素细胞开始老化并停止供应色素，导致狗狗的毛发变浅。相信很多人都用过密码锁，其实密码并不容易破解，从0到9这10个数字中选4个作为密码，那么至少要10000多种组合，听起来似乎很不可思议，但是如果很少更换密码，那么按键就会磨损，导致密码很容易被猜出来。而普通的钥匙如果经常使用也会发生磨损，比如这把用了30年的钥匙，上面的齿纹完全被磨平了，但是它仍然可以正常使用。这里是大可看奇闻，关注我，每天带你看奇闻趣事。